那你吃了巧豆花之后，有没有想起有关于我们之前的事啊？有吗？不行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把你忘。什么意思啊？把我当作一身冷漠的忙碌。看着我的懦弱无能，我是一个是没有你，无赖，我是无赖。对，就是一个只会找麻烦的人，讨厌的无赖。之后立马要消失，消失。你拿锅子敲我头，还骂我无赖，要我消失？不是这样的，不是让你误会了。你说我说错了吗？还是我记错了？我想起来这些事情，都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没有错，可是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要误会了你。不要再狡辩了，原来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明。难怪我见到你就讨厌，原来以前跟你在一起都是不愉快的回忆。像你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手渐渐熬醉，又对你缠绕心碎，可是眼睁睁看着你离开的坏人，欺骗你的坏人。可是现在，他一定很难过吧？喜欢的人不但把自己忘掉，而且还说想不起来无所谓。你既然这么担心你，你就直接去找他嘛。可是我怕他还没有原谅我，不想见我。那这样好了，你就一直去找米恩，直到他想见你为止。你来了，齐焕，这是摩洛哥王妃生日商品的后续开发计划，我已经整理好了，你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马上开始制作了。用做事我放心，我没有意见。要是出问题可别怪我。计划案是一定没问题的，可是这明恩的问题很大。这次我一定要开除郑明恩。发生什么事了？哟，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我实在无法相信，我以前曾经喜欢过这个女人，人不漂亮，个性又差劲，不管现在或以后，我都不肯喜欢她。喜欢，对不起。哟，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你现在为什么讨厌米恩？那是因为你失忆了。而你会失忆，都是因为我带你去找艾伦。这都是我的错。用，我没有怪你。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抱歉。喜欢，相信我，米恩对你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人。如果说你以后都失忆不记得也就算了，否则你会为你今天说的每一个字感到后悔。你这样子，我也好难过。艾琳，我真的好痛苦哦。喜欢的人不记得我了，就算我待在他身边，他还是想不起我。如果只有一辈子，他都想不起来怎么办啊？你就缠着他，让他再一次喜欢上你啊！我怕我做不到。米恩，其实我没有那么坚强。
我真的好害怕啊，怕看到他陌生的眼神，怕听到他大声的赶我走，怕他瞪着我说讨厌我。艾琳，我真的好难过，如果他这一辈子都想不起来我该怎么办啊？如果是我失忆，那该有多好。好啊，那你就放弃吧，反正他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不是吗？只要你放弃，你们就会变回陌生人，这是你想要的吗？既然舍不得放手，就表示还有挽回的价值，不是吗？你先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再决定要怎么做。艾琳，我们好像很久我们没有这样说话了。정면이나한테그렇게중요한사람이야내가왜나한테잘해주지도않는데내가왜신경써야돼왜요你是翻桃花的那谁？你怎么在这里？吃饭了。你是翻桃花的那个谁？郑明恩呢？明恩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请假？他会不会太大牌了？请假都不用问过我的。结果。哇，这么丰盛，看着美英姐姐真神奇。对嘛，这才是我应该吃的东西。我要开动了。好惨，看来韩吉真的失忆了。这是什么？味道怎么那么怪？喂，这东西也太难吃了吧！肉煎未免也太老了，会死人的，我不吃了。这些食物是我辛辛苦苦煮的，你说不吃就不吃，你知不知道这有多伤人呢？啊！这么难吃要怎么吃啊？难吃也得吃，他们是为你煮的，你知不知道他抱着多大的期望在面对你？可是你却不负责任的吃了一口就把它丢掉，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良心呢？你啊！我只不过不想吃而已。没那么严重吧？没那么严重，你知不知道，食物也是有感觉的，牛排有感觉，汤也有感觉。你这么嫌弃他们，难道你一点都没有愧疚感吗？啊！你这么骂他们，难道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无情了？啊！难道你不知道他们的心都在哭泣？梅姐，你还好吧？你是来帮郑美妍出气的吧？美英姐，我们走。郑美妍无药可救，不要理他。没错，我们不要跟这种人浪费我们的时间。欺负人，他没良心。
喜欢，明言对你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人。如果说你以后都失忆不记得也就算了，否则你会为你今天说的每一个字感到后悔。 想不起你家在哪里，就把这里当成是你的家。不是你的家人是谁，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啊。所以不要害怕，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想起来。 停车！我要去翻腾花园。翻腾花园怎么走？不知道。你不知道路怎么开？对不起。 찾아서 뭐 하게? 어차피 아무것도 기억하지 못하면서 내가 뭘 할 수 있겠냐? 本部长，这是今天晚上新上市的红酒花的邀请卡，你会出席吗？需要我请司机来接你吗？几点？七点。七点，这个时间证明恩应该要来我家煮饭了。不用了，我不去。奇怪，这明恩是我什么人？我干嘛要乖乖在家等他？等一下。 我要去。好，我知道了。파티는 7시 시작인데 지금 가면 너무 빠르겠지? 先不要去韩吉家，搞不好他会更想你。晚餐。这明天到底在干嘛？他是不是不做了？ 郑明为什么又不来？他身体不舒服。
오지 말라 그래. 영원히 여기 오지 말라 그래. 我们等一下先大买特买，然后再找一家好吃的餐厅大吃一顿，把讨厌事情通通忘得一干二净。 真的不来吗？有新鲜的帅哥哦，而且还是韩国 Sierra Group 的少东哦。你说普希话？怎么会这样？郑明，放下你的碗筷，出大事情了！现在不是大吃大喝的时候。韩吉出了什么事吗？不是韩吉出了什么事，是你出大事了。 当然，他是我家厨师。郑明，你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吗？居然还能来跑趴？有像你这么偷懒厨师吗？为什么不能来？反正你不在家，我煮的饭也没有人吃啊。你还敢说是你没煮我才来好吗？难不成要我饿肚子啊？才怪！我明明就请惯例送便当给你。 惯例是我厨师吗？我为什么要吃他送的便当？明明就是你自己偷懒，还这么理直气壮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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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走掉什么意思啊？喂！要玩是不是？大家一起玩，干杯！你身上好香哦。真的吗？
Are you okay? 啊。I just thought you have a very beautiful smile. You are pretty. What to say? I like you. What's up, 좋냐? 아저씨가 꽂힌데 아주 그냥 좋텐다. Fresh air. 你怎么了 ？Don't feel very well. Can you just help me to go outside? Come on, come on.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在找谁？你家厨师吗？我想他到明天早上才会出现吧。你这话什么意思？刚刚搭讪那个男生叫 Danny， 他是非常有名的女人杀手。听说他来 Sienna Hotel 长期住一间套房。我想你家厨师到明天早上肯定回不来了。拜拜。你要去哪儿？你会上中文啊？都跟我来到这儿，你以为你可以就这样回去吗？哎，你干嘛？你放开我啦！西岸 Hotel， 开快点。男生叫 Danny， 他是非常有名的女人杀手。听说他来 Sienna Hotel 长期住一间套房。我想你家厨师到明天早上肯定回不来了。再快点，罚单我付。你干嘛？那叫 Daniel 王八蛋住哪间房？你不要过来！走开！你有什么问题啊？跟我回饭店，现在还装模作样，这什么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你误会了。问你什么意思？做什么？这饭店是我家开的，我不欢迎这种客人，快给我滚！放开我！你疯了吗？怎么会随便跟陌生男人走？你回你的 party 去吧，不用你管我。你以为我想管你啊？要不是你这笨女人被色狼带走，我会来这吗？你知不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就算我发生危险，也不关你的事啊，不用很担心。我才不担心哎，我是怕明天早上没办法吃到早餐，所以我警告你，你如果再不来，我就开除你。邓什么？你现在给我乖乖回家。说真的。那种场合是你能去的吗？你这身打扮根本就不适合你，丑死了。对，我不该睡那边，不
不该穿这件贵死人的衣服在身上，不该打扮你跟辣妹玩乐，更不应该自己毁在你身边，让你想起什么。你这什么态度啊？随便也被色狼怎么样？霍继焕，到底想怎样啊？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你不是忘记我了吗？你不是不想看见我，不想相信我是谁？那还这边做什么？是来表现你有多厉害、多威风、多会打架吗？我不会走开，再多也没有用，你根本也不会想起。我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坏人，把你放在心里去推给别人，你总把我当作一身冷漠的梦，无法看穿我的懦弱无能。我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坏人，明明爱着你却没勇气割舍，我就是很烦。宁愿我想要这样子吗？宁愿我不想要每次看到你就是让你哭哭啼啼大吼大叫吗？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都这样看，小毒辣你也吃了，可是你就是想不起来啊。你已经证明了，虽然我还没有想起我们的过去，可是在我心里你好像从来没有消失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会在意你。我不会走的，你说什么都不会走。你是害怕了吧？怕就算你失言会再一次心慌，所以一直逃避。喂，你把人赶走，现在我怎么换衣服啊？换衣服而已啊，我也会。动作快一点，笨手笨脚，会因为你没来而失落。证明为什么又不来？他身体不舒服。就말라그래，영원히여기오지말라그래。嫉妒你跟别的男人说话。어쭈좋냐아저씨가꽂힌데아주그냥좋텐다。担心你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还不快把他们给我放出去！是我投诉你们了。投诉什么？这饭店是我家开的，我不欢迎这种客人，快给我滚！因为你，我整个人都变得不对劲。我现在才发现自己为什么讨厌你哭。不是觉得你烦，而是舍不得，不想再看到你哭。虽然我不记得我们的过去，但是我想我曾经喜欢过你。不对，我现在还是喜欢你。
再也想起以前的事情之前，我都只是你家的角色。韩琦的厨师，盛明，这不是你跟韩琦复合的大好机会吗？你干嘛拒绝？你该不会是当厨师当上瘾了吧？当然不是这样啊。那是怎么样？盛明以前不是我女朋友吗？她不是喜欢我吗？那我现在喜欢她，既然互相喜欢，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啊？当然有问题啊！她根本就没有恢复记忆，之前还说讨厌我。现在又说喜欢我，他是不是开玩笑的？我根本不知道，搞不好睡觉起来什么都变了，我要怎么相信他？哟，我真的不懂，恢复记忆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我跟他不能创造新的记忆？过去就让他过去啊，我们就从现在开始，难道不行吗？喜欢，是因为你不记得，所以觉得不重要。但是对于记得的人来说，那些回忆都很珍贵，我们很难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那万一我这辈子都想不起来呢？那万一韩琦这辈子都无法恢复记忆的话，你打算怎么办？我还是要等，我要等到真的撑不下去。是不是有什么行程需要事先帮你安排呢？喜欢在吗？在。需要换一些东西吗？不用了。我们赶快上去看他吧，我想死他了。奶奶。哎呀，宝贝，奶奶。爸，奶奶，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没告诉我？我去机场接你们啊！我就是要给你一个惊喜啊！哦，奶奶原来是想我喽？那当然是想你了。钱老板，会长和老夫人来了。韩熙焕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都没有离开过，现在跑那么远来上班，你看我怎么放心得下吗？奶奶就别担心我了，好好照顾自己身体比较重要。还是喜欢对奶奶好，奶奶总算没白疼你哦。喜欢，上次王菲的案子很成功，盛浪多宝的陈董想请大家吃个饭，晚上你一起来啊。晚上？不行，晚上我家厨师会来煮饭。可以叫厨师休息一天呢？对呀。不行，他已经请假很久，好不容易才回来上班的。反正只是应酬而已，你们去就好了。还说你长大了，现在又变小孩子了。好，奶奶帮你去。胡会长，好久不见了。老夫人你好，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呐？前一阵子看电视说你变微了，可是你现在气色看起来非常好哎。托你的福，还活着。哎，大家怎么都站着呢？哎，坐坐坐，老夫人请坐，请坐。会长来来来。
陈导，这次摩洛哥王妃的合作案可以这么成功啊，多亏了陈董的大力帮忙。这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这前一阵子我这身体不太舒服，所以这合作案呢，我压根就没帮上忙。哎，所以这所有的功劳呢，应该归功于另外一个人。哦，陈董，您说的是汉翔啊。 说到这汉翔啊，还真不愧是你们西恩大出来的精英啊，他这个做事真没话说，可以说是万中选一，这百年难得一见的好人才，不会的，你说是不是啊？是是是，陈总说的是。哎，阿丽，到底是谁约吃饭啊？这么神秘。哎呦，你进去就知道了嘛。 所以说，我们家艾琳有眼光嘛。这汉翔啊，无论当任何人的女婿或者儿子，哎，这不得了啊！这好像中了大乐透一样啊！哎，以他的能力，我告诉你，陈董，对不起，我们来不是讨论严汉翔的能力有多少，是不是应该开饭了？哎，真不好意思，哎，老夫人肚子饿了吧？啊，哎，好，来来来，上菜了啊！上菜上菜。 老夫人，会长，请用，请用，请用啊！爸妈，会长，老夫人。 这次王妃的案子你做的不错，刚刚陈董还在夸你呢。谢会长，这次不是只有我的功劳，西欢也帮了很大的忙。什么叫也帮了很大的忙？没有他根本没有这次合作。陈董，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哎，不是，老夫人，您这……走吧。妈，哎，等一下，老夫人。 还有什么事吗？是不是菜色不好啊？不好我们就换掉吧，是不是？重来重来。这不是菜色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不喜欢浪费时间跟讨厌的人同桌吃饭。走吧，我想我孙子了。你孙子不是在这儿吗？汉翔难道不是你孙子啊？哎呦，我陈香福啊，本来不是那么气魄的人，不过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之前汉翔啊跟艾琳订婚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身世，也就算了。哎，可是后来我从普少爷那儿知道说啊，原来汉翔就是普会长的儿子，所以我这个未来的亲家，我就鸡婆，我就办这个宴会，希望他们坐下来把这个话讲开，然后我会最诚恳的心邀请普会长来当小两口的主婚人。从此以后呢，我们两家亲上加亲，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美满日子，那不是很棒吗？汉翔。 你要结婚了，婚礼是什么事啊？这不关我们的事儿，他又不信。陈董，对不起，我们做不了这个主婚人。汉翔虽然不信普，可是他确实就是普会长的儿子。哎，你不让你儿子去参加他儿子婚礼，这像话吗？他你孙子，你他奶奶，你厚道点嘛！你，严汉翔。 不要以为你现在找到了靠山，我就会接受你。我跟你说，不管到什么时候，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承认你姓普的。气死我了！汉翔不是我陈香福的儿子啊，我跟他没血缘关系，可是我看他这么努力上进、认真打拼的精神，我看都感动啊！哎，更何况你们有血缘关系，我再认真地提醒你一次啊，他你孙子立他奶奶。爸。 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从来不奢望会长能够当我的主婚人。毕竟，我只是个私生子。老夫人，我以前的确很羡慕喜欢。
羡慕他有个疼爱他的奶奶，还有呵护他的爸爸。羡慕他，不管发生多大的错误，都没有人会真的怪他。更羡慕的是，他好像什么东西都不用做，就可以拥有这一切。所以我曾经想过，要是能够把这一切通通给抢过来，那该有多好。严恨翔，你这个处心积虑的家伙，只要我活着一天，你休想跟他抢。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现在有了会关心我的人，他也会担心我的弟弟。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人，不需要再去羡慕任何人。所以，请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不会跟希欢再想任何东西了。